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九九的节目。那过去四年的新冠疫情啊，对于全世界都造成了广泛而且深远的影响。应对疫情，其实各国家不仅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管制措施，那其实还鼓励民众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等等。那更重要的是，都广泛推广了疫苗的接种，想要为大家建立一道坚实的免疫防线。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新冠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一些事件。那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敏感，大家都知道，所以还请大家移步到干净世界来继续跟我们一起讨论有关新冠疫苗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发生什么样的现象，什么样的影响，请大家移步到干净世界。